糖尿病，你吃了没？我打了混合型胰岛素以后，那么经过大概一年半，血糖终于控制下来。天天打肠泌素之后，我从75公斤到45公斤，整整30公斤，然后血色素从最开始的9.9到现在大概5.4左右。第一次扎针的时候，看着自己的肚子在那边要插不插，最终插下去之后，其实没有想象中的痛。刚开始是有点担心小孩子会有一些状况出现。那他是说那个胰岛素是可以打在孕妇身上，是不会有产生任何问题的。